4月22日，陈浩民老婆蒋丽莎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旅行照，照片中她穿着裙子，头戴草帽，在悬崖峭壁上大胆摆拍，其中有一张是她徒手倒挂在悬崖的石头上，从照片角度看过去，底下就是万丈深渊。即使只是错位效果，另一张照片可以看到，她倒挂的下方其实还是一小片平地。蒋丽莎作为一个5年抛四胎的妈妈，很多人都称她不顾身体，用命来拼孩子。可是每次出现在镜头前，蒋丽莎容颜身材依旧无变化，身手仍矫健，完全看不出是个四胎妈妈。4月19日，蒋丽莎在微博晒出一组机场美照，并写道：今天节奏很早，不是出发，而是5点已经抵达了。照片中蒋丽莎头戴遮阳帽，状态超好，即使戴着太阳眼镜也挡不住满脸笑意。身着一字肩上衣的她大秀美肩，性感锁骨一览无余，白皙紧致的皮肤更是堪比妙龄少女。面对笑容，蒋丽莎一展迷人笑颜，性感美肩美背再次强劲。这样的蒋丽莎真不知道要让多少宝妈羡慕嫉妒呀。